熱帶風暴山神在今日清晨至早上橫過海南島，至早上11時集結在本澳西南約650公里，繼續向偏西方向移動，逐漸遠離本澳，但其相關的外圍雲雨帶會繼續為華南沿岸帶來不穩定的天氣。本澳今日的風力會維持在4至6級。